讲少少台务啊。咁我最初讲过咧，就话呢、這个我哋之前嘅节目啦，《都市黑雾》啦嘅付费咧，系会照带咗落嚟呢一个在晴朗的星空解密嗰度啦。咁、原来咧同事们话俾我知咧，个处理又唔系咁样嘅。咁我要花少少时间解释。咁但系呢一集第二集其实都系会 free 晒上去YouTube 俾大家睇到嘅。咁、所以。暫時都不需要想付費住啦，咁我解説釋翻個狀況。咁原來如果都市黑霧咧，之前喺11月1日或打後俾錢嘅咧，咁唔會俾睇咁少集數啦，咁就會延伸到在晴朗的星空解密都會睇到嘅。但係如果早於係11月1日，10月有冇31日噶？有嘅。Okay, 萬聖節係啦，係喎係喎。喺10月31日萬聖節或之前交嘅費用咧，咁冇法子啦，只能夠你個期係只係睇到都市黑霧嘅。咁而未來下一集起啦，咁呢個簡稱叫晴朗解密嘅節目，如果大家開始付費咧，都會只係嗰個期咧係涵蓋呢一個節目嘅13集，就唔關前面嘅黑霧事。未來有冇新節目咧，亦都係唔關事嘅。咁啊，釐清咗嗰、那個。付费个系统先解释咗呢样嘢，或者大家可以当系即系支持晒我哋两个节目啦。咁系啦，俾两次钱，其实即系都可能，虽然话就话系3个月啫，咁但系大家可能视为系即系俾一个钱嘅时候就系买一季咯。以一个季嚟去谂咧，就会即系简单啲，容易啲理解啦。不如咁讲啦，其实而家网台节目有时都好多节数都可以免费睇到嘅。咁、如果大家去支持得嘅时候，都系觉得中意个节目啦，或者想重温。可能多一次啊，或者支持主持啊，支持個節目類型。咁我覺得係即係100元多少少。咁大家我諗未必話去支持嘅朋友會未必有吝嗇呢方面嘅錢啦、未必話太過計較啦。如果你好計較的話，咁我都幫你唔到嘅喎，真係。係啦，咁可能即係冇問題嘅，大家可以計到最底價嘅點樣去睇到。咁但係係啦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嘅收費就係咁樣計咯，係啦。一般你正常嚟計就一年365.04一定3/1嘅，唔記得咗。或者潤一潤咁樣。係啦，咁就366。咁月份係12個啦，大家都知道，廢話嚟嘅呢句。咁其實季度即係3個月為之一季嘅。咁、過去雖然日劇有時10集、11集都有啦，咁但我自己個人覺得咧，季度應該係13集為之一季，因為你乘2就26啦，就半年啦，52就係一年有52個禮拜。咁所以正路嚟計咧，本節目應該係13集就。為之一季啦，即係講得難聽就係受咩咯，就會咁噶咯喎，咁但係第9集已經過咗一半喎，咁點算啦？咁有一啲朋友們咧，佢係俾咗呢個3個月嘅付費噶嘛，譬如嗱，佢如果第一日開始俾就冇事啦，啱啱正一毫子都冇事俾你咁就完成咗13集啦，即係3個月嘅時間。咁呢個世界係一個即係先付款嘅人就最著數噶啦，通常正所謂咩話？嗰啲叫做早買早享受遲買貴幾嚿係啦，遲買平幾嚿撞貴咁跟住如果中途即係加入啦，中途支持我哋，咁、可能俾咗1、2、8、3句重温嘅時候就，喂，咪住兩位，你哋開咗一句，我先要俾錢喎。係咯，咁咪真係有一句空窗期叫做，咁點算啊？點算啊？阿晴，我哋含蓄啲表達啦。點算咧？含蓄啲表達冇表達，含蓄啲表達就係有得算嘅，都係有方案解決咯。係啦，咁只係同大家擔保就係，總之你俾咗1、2、8喺中途俾錢都好啦，就唔會去到3個月後13集以後就冇嘢睇嘅。係咯，就唔會話要翻睇翻第一集嘅咁樣。咁你中意咗出嚟唔再掹你咁長嘅。